是。原来你躲在树上，也倒霉了。看你往哪儿跑！你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你！杀了我？哎呦，我好怕哎！那我告诉你啊，这树上呢，就是我姥姥家。不跟女斗，你不跟我斗，我跟你斗。喂，你可不要太猖狂啊！有本事等我师哥来。你师哥又怎么样？我师哥，哼，我师哥他可是武林高手，佛门奇侠，十八般武艺，刀枪棍棒斧钺剑戟，样样精通，样样都行。那
如果你能赢他一招半式的话呢，我慧海不在话下，罗汉寺任由你进出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。哼，就你这种饭桶草包，那有什么好师兄？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报上名来。我凭什么告诉你？哼，绿林好汉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你该不会连名字都没有吧？哦呦，那就糟了，因为我师哥从不打无名鼠辈的。喂，你才是鼠辈呢！我可告诉你啊，我是有名字的，我叫侠盗红霄。嗯，红霄。好啊，女飞贼，有种就等着，别跑啊！佛宝我都已经到手了，笨蛋才在这儿等你呢。我的包袱呢？这小子金蝉脱壳，我上了他的当啊。师弟，你慌慌张张去哪里啊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你匆匆忙忙上哪儿去啊？师父要我下山办点事儿，再见。哎，别出声，他来了。嘿，臭小子往哪儿跑？有什么话呢跟我师哥说吧，他道行很深，跟你有一拼啊。哎，女施主请。你就是他师哥？正是。你就是那个佛门奇侠？贫僧不敢当。哼，我正要找你这个大尾巴狼呢。女施主，这是何意？为你施进去。身为十八罗汉的领班，就应该以身作则，怎么能够如此的玩忽？小弟是在专心好好做禅，可是有人在挠我痒痒啊！你是知道的，我是有痒痒肉的呀！你看，你看，谁挠你的痒痒？自己站出来！不不不不不，不是他们，是下界罗汉寺里的。
可现在在挠脚心呢。奇怪，这佛宝藏哪儿了？喂！你是？我叫慧海。哎，你就新来的法院师哥吧？哦，是贫僧。慧海，你来庙里多久了？很久很久了，我都记不起来了。哦，年深日久。哎，那你为什么没有削发为僧啊？反正住同一座庙，吃同一锅斋喽。哎。哦，对对，还点同一盏灯，都一样，都一样啊。那就对吗？慧海啊，说这十八罗汉下界是真是假呀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那个时候，这些罗汉全部都活过来了，从墙上走下来，一转眼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哦，哎，说十八罗汉给寺里留了一件佛宝，你也亲眼看见了？你也找佛宝啊？奇怪，今天每一个人都冲着这佛宝来啊。还有谁来过？谁来都没用，没看过也没听过。那是你道行太浅，你就没听方丈说过一言片语？佛宝佛宝，和尚之宝。我不是和尚，我是肉眼凡胎，所以没见过。但法月师哥，你是个和尚，你道行那么深，不可能没见过吧？是啊。我怎么不早来两天？真的要走吗？弟子再不走就要大祸临头了。何以见得？这个法月是假的。假在哪里啊？我根本就没去过相国寺，僧籍上也没有我的名字。倘若他真的来自相国寺，早就识破我了。武臣，你的经没白念，继续说。弟子怀疑他是李九重派来的杀手。也许是杀手，也许是扒手，二者必具其一。扒手？无论是窃国窃珠都是扒手。弟子一定要走，马上就走。他只身前来必有同党，怕你走不掉了。弟子就算拼个鱼死网破也不能连累师父。稍安勿躁，老衲自有道理。昨夜三更，老衲偶得一梦，梦到十八罗汉中的降龙罗汉。降龙罗汉留下什么法旨吗？尊者说，既然罗汉堂有十八罗汉降服，就要常诵佛号，十二个时辰之内不得离人，时时都要有僧人念经。这庙里就我们几个，恐怕要排班论职了吧？法月禅师高见，我等就从此日此时起，第一班到清早由老衲值班。啊，师父，您辛苦了一天，由弟子来值夜吧。哦，不不不，法月新来，应当表现表现。这第一班当然应该我来值啊。那有礼从外来的道理，自然是贫僧。哎，无尘师弟啊，愚兄吃长你几岁，总要给我这个面子吧。二位不必争议，今夜就由法月禅师念经礼佛。明日一早有无尘接替。是师父。是。慧海，慧海，醒醒醒醒。干什么？人家做个好梦啊。慧海，醒醒醒醒醒醒。师父。醒了吗？醒了。啊，我是谁呀？你是你啊？那你是谁呀？我是我。好，慧海，你记住我说的每一个字。你来罗汉寺已经十年了，虽然没有正式的剃度出家，我从来没把你当作外人。师父对慧海恩重如山，慧海清楚啊。现在罗汉寺面临着劫难，
您能为我做点事儿吗？罗汉子怎么了？慧海，十八罗汉的消息传出，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虎视眈眈，少则一两天，多则四五天，就会有大难临头啊！师父，到底什么好怕的？吴晨有武艺，法院也身强力壮的，还有我，兵来将挡嘛。不对，这四个人中间就有一个奸细。奸细？那是谁啊？肯定不是师父，也不是我，那肯定是吴晨了。他身上背上一个……错了，我要你做的就是保护吴晨，不管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一定要保证他万无一失。我保他？那奸细是？他正在念第一班经。一定有接应，师父那怎么办？你答应师父了吗？我答应，可是……那你要跪下发誓，向西天佛祖发誓，向十八罗汉发誓。好，我发誓，我发誓。你要发誓誓死保护吴晨，有你就有他。师父，那他还当不当和尚？不当和尚他性命难保啊。那好，过往神明听着，师父所说的话就是我慧海心里想的。师父，师父，外面官兵朝罗汉寺过来，你先和慧海结拜。我和他？对，今后他就是你唯一可以依靠的人。虽然你们不是一母所生一父同养，但是你们要结拜为兄弟，情同手足，肝胆相照，无论上刀山下火海，兄不离弟，弟不离兄。师父，你别让师父着急了，你乐意就磕个头，不乐意就拉倒啊。乖吧，弟子从命就是。谁要背信弃义，天诛地灭！天诛地灭！兵马快到了，赶快走，一切听他安排。快！师父，那你呢？我们一起走吧。放心吧，老衲自有安排。快走！法月禅师好像在找什么，需要老衲帮忙吗？哎呀，方丈好像识破某家的来意了。因为你根本没去过相国寺，而老衲在出家之前是那儿的常客。那你为什么不点破？哼，到罗汉寺有所图谋的，你绝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真佛面前不烧假香，我给方丈送来一个大富贵。出家人是富贵如浮云，与我何用啊？你交出佛宝，就是开国的国师了。国家未亡，何谈开国？皇帝活不了多久了，就连他内定的太子八皇子也一命呜呼了，天下要有新的真命天子了。敢问你是哪位东家呀？北周节度使，护国公李。李九重。天下归心嘛。哈哈哈哈哈！老衲早在十年前曾经禀告圣上，将来祸国窃位者必是此人，果然不出老衲所料啊。你是什么人？当年的镇殿将军。啊！交出佛宝，休想！师弟，这个地方有没有人来过？除了你就是我，没有别人了。
厮杀。不过鸡鸣狗盗之辈。人呢？罗汉寺自有罗汉护法，岂能让他得逞？请问施主深夜赶来，要做什么法事啊？在下孙一虎，奉主公刘大帅将令前来迎接八皇子殿下的。八皇子？皇子应该在皇城里，施主为什么要追到深山小寺来啊？请问你是谁？本寺的方丈。不，你是十年前的镇殿将军，八皇子的启蒙老师。八皇子逃出京城，不投你，来投谁呀？末将早已打听得一清二楚，方丈也好，将军也罢，明人就不要说暗话了。罗汉寺里没有见过施主所说的八皇子。哼，李九重的女儿跑来了好几次，她来做什么？进了罗汉寺都是烧香人。哼，不对，李清星自幼和八皇子有婚约，她一定是来找八皇子的。哼，乘兴而来，扫兴而归。老和尚，你给我放明白点。李九重把持朝纲，加害皇子，刘大帅派末将前来迎接殿下，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。可惜我老眼昏花，窃国大盗也罢，忠臣义士也罢，我已然分不清楚了。老和尚，我要送命。但凭施主。夜怎么那么长啊？太阳公公是不是起晚了还不天亮？也不知道来的是什么兵马，或许是亲王来救驾的。这要是官兵，住在锅里全一个味儿。前脚来法院，后脚来官兵，他们还不是一伙的？哎，是不是你不小心走漏风声的？喂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不要误会，我说的是佛宝的事情。罗汉寺哪来的佛宝啊？你见过吗？可是法院不是来寻宝的吗？宝贝我也带来了，在你身上。嘿，你看，一公一母，毫发无伤，这个还不是无价之宝？嗯，他不是来找这个的。他还有什么？让他死心算了。也许他不是来寻宝的。那不寻宝寻什么？人。人？谁啊？当今皇上的第八个儿子。皇上的儿子怎么可能来罗汉寺啊？那法院的眼神也太差了吧。你呀，就是笨，就是豆腐脑。皇上的儿子怎么可能来罗汉寺呢？没有山珍海味，没有好的，没有香火破烂一个庙来干嘛呢？要用脑吗？报告将军，报告将军，全消灭了。没有。老和尚，你说不说八皇子到底在哪儿？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。哼，念得好，念得好。你再不说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阿弥陀佛。哼，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找不到他了？好，我就放一把火把你这个破庙给烧了。阿弥陀佛。保佑乌尘和慧海逃此劫难。阿弥陀佛。
是罗汉寺，那可是咱们十八罗汉在人间的家呀！出家人四海为家，哪里有自己的家？烧了四大劫空也好，免得你们总想故地重游。身为西天罗汉，就应该去尽凡心。竟敢私自调水降雨，成何体统？该做早课了。降龙尊者，不必多说了，各自归位。是。 各位，请跟我念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不行！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回庙看看。师父一再交代，不要我们回去。师父肯定是出事了，不然他早就来找我们了。 师父武艺高强，法院他们占不了便宜的。法院只是一只狼，后面还跟着一大群呢，我怕师父吃亏呀。那你又不会武艺，也去了有什么用呢？我打死要见他们一身血嘛。对呀，你会武功，你去不就得了？我不能回去自投罗网。那就眼看着师父顶着雷见死不救啊。师父把我交给你，就是希望我活着呀。胆小鬼！我不管你去不去，我要去救师父。 师父要你听我的，我是师兄，我不认这个师兄。师弟，你不要因小失大呀，在我眼里，师父最大。喂，你给我回来！奇怪，罗汉寺怎么给烧了？不行。 我怎么也得把佛宝找到，扒开灰沼，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佛宝。是。你让开！不，那我就撞死你！师弟，你不要一时冲动。 面对后悔莫及呀！我不管，我不是你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有师父一个。师父也是我的师父，你才来几天呢？师父可是养了我十年呢。可他在十年之前就是我师父，你不信吗？我这身武艺就是他传授给我的，那你还不肯救他？哎，师父说，性命事小，社稷事大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你我是小，师父是大。 你这么贸然跑出去，万一被人抓到，这水帘洞的秘密岂不会暴露？那我们连藏身之地都没有了。原来还是你的小命值钱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还不会出卖你的，你就给我踏踏实实待着，活上一千年吧。
希望你否极泰来，平安无恙。这就是你神机妙算，安！来人！是。大帅，大帅，坏我大事，军令处置。是。站住！站住！主公，再给末将一个机会，末将愿意将功赎罪。站！是。走！主公饶命！主公饶命啊！主公饶命啊！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舍利子。谁的舍利子？这是佛祖的舍利子。你拿到佛宝了？放了王将军，退下。是。快快快快，请起，请起。王汝泉，王将军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害得我差点杀了忠臣呢。哎，主公啊，佛宝至尊无上，末将本想焚香顶礼，沐浴更衣以后再向大帅献宝。你说的有理。弟子恭迎佛宝降临北周，保佑弟子光复天下。师父，我从小就没见过亲爹，没有见过亲娘，你就是我爹，也就是我娘。你走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师父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是谁的坟？师父呢？你来干什么？你还来干什么？你都回你的洞里去了。师父他怎么会死啊？
师父横死，我同样忤内俱焚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！便宜话好说，漂亮是难做，如果你还有点良心，还有点胆量，就跟我一起去，证明你还是条汉子。师父他为我而死，倘若我轻举妄动，岂不是有负师恩吗？亏你练练身武艺，你是炖着吃还是熬着吃的？你怕死就别去啊！算师父白救了你。 我不是怕死，而是江山社稷不容许我轻生啊！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就算谁也没认识谁，师弟，别叫我师弟，我没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师哥，师弟。 在我肩上，我只有忍辱负重。这么说，你把罗汉寺给烧了？末将也是万般无奈，本想吓唬吓唬那个老和尚。 没想到他居然嘴硬到底，宁死不招啊！烧死几个人？只有他一个。那这么说来，八皇子呢？还没找到？也许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吧？盖棺方能定论，不要相信李九冲的鬼话。末将重回北州，查访八皇子。 禀大帅，北州节度使专差到。传。是。起来吧。谢大帅。北州节度使专差参见刘大帅。免礼。 是不是李大帅有什么吩咐？大帅一看便知。李大帅得到佛宝了。天降祥云，我家大帅不敢独享。 所以特请天下八大节度使同去北州一同瞻仰。我一定去，一定去。我家主公恭候大帅了，告退。佛宝？什么佛宝？说罗汉寺出了佛宝。罗汉寺出了佛宝？末将以为这只是谣传。 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去准备一下，随本帅一同去北州。 Thank you.
要先去罗汉寺。没听说过，花轿哪能进庙啊？我向佛祖许过愿，我要去还愿。不行。哎呀，你婆家要笑话的。爹，自从母亲归天，你我相依为命。孩儿从小到大，采药放羊，洗衣烧饭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听爹的。爹，我有过吗？你是个好孩子啊。马上我就要离开家了，在离家之前，我只求爹这一件事情。爹，您答应我吧。哎呀，早不去晚不去，为什么偏偏要今天去呢？因为过了今天，孩儿就是余家的人了。好好好，你不要太难过了，要去就去吧。不过你身上穿的，头上戴的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该想的千万不要想了啊。你要知道，今日是女施主大喜之日，贫僧道贺。多谢师父，锦儿本来想去罗汉寺和师父当面道别的。罗汉寺早来横祸，已经化成灰烬了。那方丈呢？圆寂归天了。慧海呢？他一个人下山去找杀害师父的凶手。那你呢？你也去找凶手吗？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。比替方丈报仇还重要吗？慧海他那么年轻，又不会武艺，他一个人下山你也放心吗？贫僧自身难保，有心无力。你心里只有自身，就没有别人吗？要不是慧海救了你，老方丈收留了你，你现在还能有自身吗？这些天我一直在家里等你，面对野山参已经把我的意思说得很清楚，难道你真的不明白？只要你给我一个回应，哪怕一个暗示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退了这门婚跟你走。静儿，是我辜负了你。你所说的这一切我都懂，我都明白。可是，我不能，因为我……因为你自私。不，静儿，我绝对不是你心里想的那种人。将来若是有缘，还能再相见，你一定会明白这一切的。现在我只能对你说，抱歉。你去哪儿？你如果跟我说抱歉，那你对慧海呢？我这就去追他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抓你去当兵。当兵？